Hello，大家好，我是 Amy。那我们大家知道，在科隆纳呢，我们这边是一座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非常多的朋友呢，对在这一边当地经营民宿 Airbnb 非常的有兴趣。那这一期的视频呢，会有一些不同，我呢会去拜访我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去年从温哥华刚刚搬过来，然后的话呢，今年第一年运营他的这个短租，我呢想借着这个机会带大家参观一下他布置的非常漂亮的短租，也呢跟他做一个小采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运营 Airbnb 的一些经验。我们走吧。Hello，Hello，云平，欢迎 Amy，请进，请进。一进门就看到你家的湖景，还行吧，还不错哈。这个湖景，我觉得从进门就会让你感受到它那个湖的那个宽广了。然后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在这儿看那边，我觉得。我是 Yuki， 我目前生活在 West Kelowna， 我是一名摄影师、摄像师，我现在在经营着自己的民宿。我是去年从温哥华搬到这边的，然后在温哥华之前，我是生活在欧洲荷兰，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之所以来到加拿大，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边多元的文化，喜欢这边比较包容、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搬家到了温哥华。是的，有的客人有时候他来的比较晚，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他经常早上起来，我都告诉他早点起来，然后可以看到日出啊、对，然后阳光就照进来，那个阳光的月儿就是照在那个植物上面，照在钢琴上面，我觉得特别漂亮，很喜欢那种很有人间烟火的感觉。对啊，你们家其实真的是布置的很用心，因为我看过以前你刚刚买房的那个照片，就里面什么都是空的，然后你做给我看的那个 brochure， 然后里面就是都布置的很漂亮。我前面进来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哇，区别好大。对，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从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家具都没有，然后一点点的从温哥华买，然后从当地买，是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差不多用了六七个月吧，然后家具基本这一层还 OK， 楼下就比较空还，但慢慢的不断的完善当中，大家都是这样子，对，是吧？就疫情搞了这样，但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虽然是有点漫长。可以来准备 ，OK， 没关系。那你刚刚也是说你是2014年到温哥华的，对，那大概在温哥华住了也有7年左右，你是怎么知道科隆纳这个相对小一点的城市，并且决定要搬过来的呢？在温哥华的时候就早有耳闻 Okanagan 这边的酒庄，然后我们经常来这边玩。我喜欢看到这里果园，看到这里的葡萄园，就觉得他们特别有治愈的功能。然后直到疫情期间，那个时候和大家一样被关在家里不能出去工作，所以就在思考人生，就觉得我的人生我到底想怎样去接下来去过，因为大城市的生活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人很多，压力很大。我觉得一直在大城市工作，然后看着房价一直往上涨，工作压力也很大，我觉得接下来再这样继续生活，我觉得就有点疲惫，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你要是去尝试不同的生活，如果都是一成不变的话，让我觉得看不到希望。当然温哥华也很好，非常喜欢那个城市。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想来到像Kelowna、Okanagan 这样的地方来生活。后来就遇到了这个房子，我就一眼就觉得很喜欢，它很新，然后可以看到湖景，可以看到山景，周围的环境我也都非常喜欢，后面有山啊，有树林啊，我们经常去后面散步，所以我想先步一步到位了，先搬到这里买到这个房子，然后接下来再一点点的慢慢去实施我的 dream house， 一点点来了。像这个台灯，比如说这个是丹麦设计师的，这是比较著名的一款设计，它各个方向怎样摆动它都可以，对。然后这些就是我在二手市场淘到的，我很喜欢一些旧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有故事，很有意思。然后我如果再去商店买新的，我觉得太新了，怎么用？我很需要就是很有感觉，你知道吧？就感觉它会有很多故事，然后它一直把这些故事带过来。都是从各地旅游的时候，就是自己慢慢淘，然后带回来收藏的。对对，就哪个国家的都有，然后主要的还是说欧洲的和中国的、亚洲的比较多一些，包括我墙上那边挂的一些照片也都是我旅行的时候我们拍摄的一些照片，
各个国家各文化背景都有，自然风光，还有人文的一些照片。所以大家进到你的这个单元里面来的话，就是不光它只是我觉得入住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晚上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出去玩，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你也把他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包括说自己的一些收获都展示给大家了。是这样，我希望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选择民宿就是因为他喜欢你独有的这个一种风格，一种特色。然后民宿也是我的家嘛，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阅历和经历的一个展示。所以所有物件都是我之前旅游啊，或者我之前在荷兰生活的一些物件啊，带到这边，每一个物件都有它自己的小故事。所以我希望客人来到这儿的时候可以欣赏他们，可以去了解他们，然后度假就是这样，不仅仅去看外面的风光，还是要体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那 Yuki， 你现在已经在 Kelowna Okanagan 这边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你觉得来到这边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对比你来之前的这个预期，他们是一致的吗？我觉得来到这边以后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很多，就是身心都觉得很放松，然后很享受这个地方。来之前可能觉得这边生活会有很多不便吧，但是其实来了以后并不是这样的。这里有所有大城市的设施，然后我日常的所需去商店买东西都一点问题没有。最让我享受的还是这边的大自然，虽然温哥华也有山也有水也很漂亮，但是可能是因为人多还是怎样，就是在这边走进大自然的感觉，就会觉得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放松。然后我经常会去徒步，出来以后就会觉得啊，好像一个整个人都年轻了几岁的这样的感觉。来到这边以后也有很多朋友看我发朋友圈，他们觉得哇真的这样真的很好哈，他们也都想搬到这边。所以不光是温哥华的朋友，科罗纳也是有很多外地的全国的哪里来的人都有，他们都喜欢来到这边生活。所以这边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长久的在这居住啊，度假呀。就算你无法在这儿很长时间的生活，我觉得每年可以来三个星期来一个月，就在这儿放松一下，然后回去以后都会觉得自己元气满满。都是我旅行的时候拍摄的一些照片，风景啊，人文啊，这个是在欧洲我最喜欢的城市，在布达佩斯，然后下面的是在Cambodia。然后这些照片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这张照片，这张是在古巴拍摄的一张照片，因为它可以你可以看到古巴的生活，然后爸爸妈妈穿着非常简单的衣服，骑着自行车带小朋友不知道是去到奶奶家还是姥姥家，然后小朋友回头看在微笑，我就觉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的场景。这边是一个主卧，主卧面积很大，很大哈，还可以，我觉得这个大小就刚刚好，不会很大让你觉得特别空，也不会很小让你觉得很闭塞。这个床是我很喜欢的，当时我一眼我就看了，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宽广，让你看到它就觉得很想投入它的怀抱。这个感觉像地上像榻榻米的那一种类型，但是很舒服，很强。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算不算是很接地气的感觉。小的时候就在家里或在朋友或在亲戚的家里去他们家玩的时候，我就希望在地上睡觉，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干净啊，他们家非常干净。我要是找民宿的第一标准就是干净，对吧？我们也是，打扫卫生就是。我最近瘦了3公斤呢。你应该过来为他打扫卫生。我可以给你干个 part time。你要怎么瘦了？要减肥吗？也想请 Yuki 你分享一下和大家，就是你当初决定开始做 Airbnb 的一个初衷吧。OK，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出去旅行的，然后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在那工作假期比较多，每年我都会出去度假差不多4次吧。然后我出去的话都会去住这个民宿，因为我觉得它很有特色。酒店的房间是千篇一律，酒店房间当然也很好啊，它有它的规范在那儿。但民宿我觉得能给你的旅行体验会加分。所以我当初来到这儿，我想这里这么漂亮，然后我就很想，其实真的是很想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个房子有两个单元嘛，楼下是有另外一个 suite 的单元，然后是两个卧室。平常就我和我先生两个人，所以我们就住在楼下，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住在楼上也挺浪费的，说这个空间真的很大，我每天看到两个空的房间，我觉得很浪费。所以然后我有很多朋友来，他觉得房子很漂亮，他们就很喜欢。我想那我就把楼上的这两层拿出来做民宿，然后也希望能更多的人过来能感受这边的生活。所以就这样就开始慢慢的去做民宿。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开始营业，中间也是很漫长的过程，因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实行起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 West Kelowna 你要去申请这个 license 这个 permit， 它需要至少六个星期时间它才会给你 permit， 中间等待这个总是会担心会不会哪里做的不够好，它会不会突然来检查，然后中间还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去完善，所有的 detail 都是我亲力亲为。不过虽然是比较冗长的一个过程，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挺享受的。然后后来有客人来给我一些回馈，我都觉得再累再辛苦还是挺值得的。做了民宿以后呢，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打扫卫生，我们两三个人每次都要打扫差不多至少三个小时。那我们既然说到打扫卫生，你刚刚说也是两三个人一起打扫卫生，就是说是您肯定参与其中，还会请就是这边的一些清洁打扫的这个公司来协助您一并完成吗？打扫卫生目前来说都是我们自己人亲力亲为。okay.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难去雇佣外面的人来跟我一起打扫卫生，因为我觉得我要求真的是很高，我会觉得只有我自己家人才会忍受得了我，我觉得外人他可能不太会喜欢就这样的工作方式吧。所以现在是夏天，因为我妹妹她现在放假，她可以帮我在这儿。然后过了夏天后，我就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可能客人有预定的话，他预定 check out 的那一天，我可能就会把那天给 block 掉，不会有新的客人进来，因为我就会花更长的时间去打扫。所以之后问题之后再去考虑吧。但是目前来说还一切还都在under the control。一层就是这一间房间，然后一个半洗手间加车库。对，真的好多绿植。这个是绿植，我也挺喜欢，摆在这儿非常好，很漂亮。绿植我经常去买，后来我发现 Home Depot 的是又便宜又好。底下层高很高，下来感觉很舒服，不觉得地下室很压抑。对对，这是我喜欢这个房子最重要的一点。我去过很多房子，下来后你不是觉得压抑，就是会觉得很冷。但这个就没有那个感觉，气温这边会凉快一些，但是就是房顶会很高，然后会给你一种很通透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边客厅，沙发是我在意大利订购的，然后也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才邮寄到运到温哥华，然后再从温哥华再运到这一边。我一定要说，你们家的这个摆设和设计比很多 staging company 要好得多。真的吗？不会吧，真的，哇，真是，就谢谢，那真的太开心了。这一层还在不断完善当中，现在我说它比较大，然后我想怎样很好的利用上这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墙还很空啊，这个画是我最近画上的，这是我一位好朋友。